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汤见到汉武帝对丞相李蔡非常之不满，而自己呢亦都好想取代李蔡嘅丞相之位嘅。咁佢就马上出班启奏话啦：启奏陛下，丞相有五大罪状，罪不可赦。汉武帝真係好感兴趣咁话啦：哦，张爱卿请讲清楚，究竟有边五大罪状呢？请皇上听清楚，经常同熟辽非以四大变法，此其罪一。伪造圣旨，私吞公田三顷，此其罪二。私自强占先帝杨陵神道，以作为先人墓地，此其罪三。令亡弃者选择王者墓地，此其罪四。私藏包庇罪犯落买之，此其罪五。如此大逆不道之恶神，吾诸九族何以平天下民心啊？司马安又是出嚟帮口话啦：启禀皇上，丞相唔单止唔支持四大变法，仲教唆臣令臣枉法啊。汉武帝一听，可闹啦！佢指住李蔡问：李蔡，两位爱卿所奏是否实情啊？嗱，本来呢，李蔡听咗张汤所奏之后，已经系吓到佢大汗搭细汗嘅。而家见到汉武帝龙庭大怒，更加之系魂不附体啦！佢极夹一声就跪咗喺地。确实如此啊。汉武帝嬲到佢一拍龙椅，真系胆大包天。平日朕见你老实可靠，原来内心里头比边个都要奸诈。朕真系有眼无珠。卫青见到汉武帝嬲到面红面绿咁嘅样，就连随跪低话啦：皇上啊，李蔡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自然以法论治啊！还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保重龙体为上啊！咁汉武帝呢就平静咗一下自己嘅情绪，然后就好遗憾咁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亦都保你唔到啦。司马安，臣在。呢件案就交俾你严办啦。臣遵旨。仲有，朕命你速到相府，搜出落马之，将神阳县令交由羽林太守处置。臣领旨。司马安想了想，又接着话了：盗诸钱币以及私刑盐铁者，要数楚地最为猖獗，所以臣以为当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去治理。司马爱卿言之有理，朕自有安排。好啦，退咗朝之后，司马安就马上捉拿咗李蔡同落马之，打入大牢严刑逼供，好快查明咗佢二人嘅罪行，然后上奏皇上啦。汉武帝即刻下旨，将李蔡、落马之腰斩弃市，同时提拔太子少傅严清泽为丞相，提拔赵州为太子太傅，并且再次颁旨全令各地，凡是发现胆敢盗铸白金以及私刑盐铁者，杀无赦。退朝之后，汉武帝就回到了建章宫，他新立的爱妃李舒呢就好殷勤咁迎驾，奉上香茶，一边系叫奶妈叫个仔刘伯出嚟拜见父王。嗱，汉武帝同李舒所生嘅呢个仔刘伯呢，都仲未够四岁。呢个刘伯啊，
生得面无三两肉，正因是眉尖额窄的武尼贵格的那挺来的。韩武帝一向都好看他不顺眼，成日都想不明为什么自己堂堂的帝王之家居然会生了个这样的其貌不扬的仔出来，真是望落都眼冤。那个李书呢，不愧为深得皇上宠爱的妃嫔，他好识睇人眉头眼额的，他一见到皇上这样的面口，马上折行啲笑容咁话啦，啊，系啦，皇上啊，妾身好耐都未见过皇上那口那面咁个样啦噃，唔知究竟系因乜嘢事干紧呢？嗱，汉武帝呢根本就唔想将朝中大事讲俾佢知嘅，只系求其敷衍咗几句，就一个人翻入书房。佢心谂，既然楚地系最多人反对呢一次幣制改革嘅，而淮南又系楚地之交，一定要派一位德高望重嘅大臣前去治理至得啦。遍观群臣之中，除咗老吸暗，仲有边一个人呢？谂到呢一度，汉武帝就命令丞相严清泽即刻派人前往洛阳，传旨派吸暗为淮南太守啦。嗱，讲到呢一度咧，相信大家都仲记得，吸暗因为同胶东康王刘志争路，被汉武帝贬咗翻乡下。虽然话削官为民，但系从此之后冇晒朝野嘅烦恼，尽享躬耕田园情趣，妻儿老小承欢膝下，亦都乐也融融嘅。而家忽然间见到朝中大臣咸孙带住大队人马敲锣打鼓咁嚟到自己屋企，个心啊十五十六啦。咸孙一入到大门，马上对住吸暗行咗个大礼话啦，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啊。嗱，吸暗呢仲系以前咁嘅刚直性格㗎喎。佢只系冷冷咁话，方寸野夫仇有千万就真，试问喜从何来啊？唔通朝廷是要老夫的顶上人头？嘿，乜说话呢，乜说话呢，老大人接旨就知啦。草民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知诏拜吸暗为淮南太守，黑日赴京预备上任，因此谢恩。嗱，吸暗嘅家人接咗圣旨之后，开心到不得了啊！但系吸暗啊冇嚟反应咁话，草民已经年老多病，不胜重任，还请公公代草民谢过皇上美意啦。咸孙听咗冇计啦，只能够打道回府，回禀圣上喺啦。汉武帝听咗只系笑笑咁话，老吸暗仲系咁嘅脾性，真系良辰难得啊！佢系对朕贬佢回乡一事耿耿于怀。其实吸外卿所犯之罪本来就唔至于免官，朕只不过系做俾朝中众臣睇下咁嘅啫。李延年，臣在，快啲去召陈长前嚟见朕。好快，陈长就嚟到啦。汉武帝对佢话，朕命你即刻赶赴洛阳，务必请吸暗回京。陈长领命飞马而去啦。嗱，点解汉武帝会钦点陈长去抡呢个猪头骨嘅呢？皆因陈长同埋吸暗呢系同朝为官，兼且为人处事圆滑，尤其难得嘅系对吸暗呢位老臣子系极之尊重嘅。
而家由佢去出面说服吸暗就最啱啦。当陈长去到吸暗府上讲明来意之后，吸暗就真係冇讲到佢扯喎。不过淨係避咗啲家常便饭嚟招待佢，连陈长最鍾意嘅酒都冇上到。但係陈长呢一啲都冇计较，只係笑笑口咁话：陈某不远千里嚟到贵府，连几樽薄酒亦都唔预备，唔通老大人係嫌我陈长官位卑微咩？非也，实不相瞒，给某为官一生，家务如菜，可以食饱肚已经是万幸啦，根本就冇钱买酒。嗱，陈长呢好清楚给暗为官为人，不禁好感叹咁话啦：大人平生为官清廉如水，天下官吏豪民无不敬畏。所谓功生名，廉生威，正因为如此，皇上才至恭请大人你再度出山为国效力，请大人唔好辜负皇上嘅期望啊！给某年届花甲，老顽愚钝，不堪重用，还请陈大人代奏皇上，臣已经不愿为官，只求老死临泉啦。陈长仲想再讲嘅，但系吸暗摆一摆手：草民心意已决，请大人不必多讲啦。陈长冇计啦，只能够匆匆赶回京师奏明皇上喺啦。汉武帝就话：吸暗决唔系嗰种唔担忧国难之辈，就算喺乡野民间，亦都时刻关注天下大事嘅。好啦，朕再派佢嘅外甥司马安去请佢，睇下佢点。宣咗司马安入宫之后，汉武帝又对佢话：司马外卿，朕想起用吸暗，先前两次派人去召佢，佢都唔肯，所以只能够烦请外卿亲自去请佢啦。司马安就话：陛下如此诚心爱言，必能感动舅父嘅。好，臣马上就起程。外卿见到佢，一定要话佢知，话朕过去如果系有得罪佢嘅地方，请佢多多包涵啊！哎呀，点会有天子向臣下道歉之理嘅呢？唔好计较咁多啦，你即管去讲就系啦。嗱，吸暗听讲话自己嘅外甥司马安嚟拜见，咁啊只能够出门相迎啦。不过佢照样冷冷咁话：廷尉亲自嚟到陛舍，唔知有何贵干啊？司马安即刻跪低喺地：外甥乃奉皇上旨意前嚟恭迎舅父大人入朝啊！谢过皇上嘅一番苦心，草民心领啦，只不过是草民唔愿意为官，请皇上另请高明啦。舅父啊，外甥临行之时，皇上一再交代，话无论有乜嘢对唔住舅父嘅地方，都请舅父你原谅啊。舅父，天子已经向舅父你道歉啦，唔通舅父你咁都无动于衷咩？吸暗听咗，稍微有少少心郁啦，但系仲系冇出到声。司马安见到舅父仲系冇反应嘅，又再继续话：舅父啊，就算你唔为皇上着想，亦都应该为天下苍生着想，以大汉社稷为念至系啊！如今朝廷府库空虚，
豪强勇才自重，囤积居奇，兼并土地，民不聊生。朝廷好艰难先推出了四大变法，但是豪强却从中作梗，倒诸钱币，暗营盐铁，偷税漏税。舅父啊，变法成败与否是关乎社稷生灵大汉的兴亡的，舅父。舅父你怎可以置此国家大事而不顾呢？吸暗听了司马安这样肺腑之言，不由得老泪中横。他为民数年，亲身体味到了庶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他不可以置天下苍生于不顾，不可以眼看着变法半途而废，更加不可以辜负皇上的良苦用心。于是吸暗就扶起司马安，对他说，好了，但愿变法成功，但愿大汉社稷稳固，舅父应承你回朝面君。刚好这一天，汉武帝正在宜寿宫中探望身体有病的王夫人。他见到王夫人病到鞋鞋声，个心好唔安乐啦。忽然间听到太监入嚟话，廷尉司马安带住吸暗喺宫外求见啊咁。汉武帝一听，即刻成个开心翻晒，连随传旨进见。吸暗入个宫，跪低，罪臣吸暗奉诏回京，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汉武帝起身扶起吸暗，仔细地望了他一轮，然后说，老外卿身体依然硬朗，朕敢就放心了。托皇上鸿福，老臣在乡间四季耕耘，三餐粗茶淡饭，身体比以前更加好啊。一轮寒暄之后，汉武帝就赐座赐茶，咁吸暗就喝一啖茶，好感慨咁话，皇上，老臣以为战区冲田沟浅，亦不复再见陛下啦。想不到陛下还是这么挂念老臣，唉，可惜老臣年事已高，实在是不能够升任郡守之职了。臣愿为中郎，出入于陛下身边，为陛下保过十围，祈愿足矣啊。啊，唔通吸外卿系嫌淮南太守官职太少咩？淮南地处楚地，私营盐铁，盗诸钱币者甚众，坏我四大变法啊！朕呢次召老外卿入宫，系希望可以倚重老外卿你，卧床而至，使变法成功。如此，实乃怀楚幸甚，天下幸甚啊。吸暗听咗，感动到佢再亦都冇推迟嘅理由啦。佢只能够话，陛下既然如此睇重老臣，老臣就算係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就在吸暗准备赴淮南上任之前，他专程拜望了大行令李昔，相互坐定之后，吸暗就说了，老臣和大行令相交多年，今日辞君，此生恐怕不复再见哦。今有一肺腑之言，不知可否相告呢？啊，
给大人请讲，真是截杀李某了。你我既然分属至交，就应该坦诚相向，有什么说话请照直讲。于是大夫张汤老奸巨猾，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他一方面极力讨好皇上，以博取高官厚禄，而另一方面又勾结外贼，壮大自己的势力。李大人一定要多加小心，免至受他牵连。多谢给大人教诲，李某没此难忘。到了第日，吸暗就拜别了皇上以及众大臣，喜情上任。各位，咁究竟吸暗到了淮南之后有什么作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吸暗肩负着皇上的重任，赶赴淮南上任，都未曾入到淮南啫，官民百姓是奔走欢呼，而那些私营盐铁盗铸钱币的富豪巨商就纷纷停业，还上缴了他们的制作钱币的器械。但是有一个人呢，偏偏就是都要爬逆风艇，一心要同吸暗斗到底，他就是淮南巨富贾任。这个贾任呢，世代以炼铁为生，整个淮南地区的铁矿都被他控制住晒，真是富甲一方。在淮南有一首民谣是这样讲的，假不假金鹤银雀同牛马，巡视楼台看宫下，下雨出不了假天下。假人究竟有几多之才呢？由此就可见一斑。自从朝廷颁布了盐铁改革变法以来，贾任眼看着自己就要见财化水了，他就打死都不肯接受，不单止不上缴家财器械，还私底下聚集了淮南的盐铁大户一起来商议，共同抗拒官府，威胁所有商人不可以如实上报家财，联手对付吸暗，还声大大地说，吸暗啫嘛，有咩咁巴闭啫？我就系要睇下佢系唔系真系有三头六臂。嗱，对于呢啲说话咧，吸暗听咗就只系哈哈笑咁话，鄙人并冇三头六臂，只有一身凛然正气。于是吸暗就命令淮南县令吴大即刻收缴贾府嘅炼铁器物。咁吴大呢就带住一班人嚟到贾府，好小心翼翼咁话，贾翁啊，近日皇上下咗道圣谕，禁令民间私人经营盐铁产业啊。下官奉太守之命前嚟禀报，请贾翁交出炼铁嘅器物，咁下官就真係不胜感激啦。嗱，贾任呢，正一系阳奉阴违之人嚟嘅。佢听完之后，皱一皱眉，一边系命令下人准备酒席招待，一边就话：啊，大人你公务繁忙，难得光临敝府，今日为公事不请自到，咁鄙人必定要先尽地主之谊，然后再讲公务，咁都未迟啊。既然圣上有旨咯，大人你即管放心就系啦。吴大听咗就好欢喜咁话：哎呀，真系难得贾翁你咁明白事理。其实下官呢，亦都系不得已而为之嘅啫。贾任见到自己已经稳住咗吴大啦，然后笑住咁话。用在下更衣再嚟过。好啦，贾任出咗客厅，叫咗管家贾政过嚟，密斟咗几句，然后又翻到咗客厅同吴大倾咗起身。倾下倾下，吴大望下个天，已经系中午时分，佢又好心急咁话：
哎呀，时候都唔早㗎啦，贾翁仲係派人同我一齊去清点炼铁嘅器械，以免耽误咗工事啊。贾任就话啦，使乜咁急啫，吴大人同我贾某情同手足，既然已经到咗中午咯，咁贾某早就已经备下咗酒宴，不如就食完饭先，然后再办公事，咁都未迟啊。吴大冇计啦，只能够勉强入席。喺酒宴之上，贾任啊杯上杯落频频敬酒，将吴大灌到醉到好似一劈泥咁样，一直到咗第二日啦，吴大咁先醒翻。佢拧转个身望下，哇，点会咁噶？原来身边瞓住一个一丝不挂个女仔。吴大连随起身，揾贾任嚟问佢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啦咁。但系贾任呢，佢系哈哈大笑咁话：吴大人，琴晚爽唔爽啊？贾翁啊，就酒后无德，请贾翁你见谅。乜说话呢？鄙人日后仲要仰仗大人你关照噶。以后嘅事以后至讲咧，而家仲系清点咗你啲炼铁器具先啦。唉，吴大人，真系讲极你都唔明嘅。鄙人经营铁矿不善，早就已经停业噶啦，嗰啲器具亦都早就已经卖晒俾其他人啦，不必再去清点啦。既然如此，咁啊去睇完铁矿再讲啦。乜讲到尾，你都仲系一定要去啊？系啊，一定要去。咁好啦，咁鄙人就唯有恭敬不如从命喺啦。咁贾任啊，真系带住吴大嘅一班人嚟到铁矿，但见矿内好似狗斗咁乱嘅。嗱，吴大知道系贾任命人秘密转移咗铁矿器物。嬲啦，佢话：贾翁啊，前日下官派人秘密调查过，铁矿仲炼紧铁嘅，点解今日连炼铁嘅器物亦都渺无踪影嘅咧？贾任亦都发嬲咯噃，佢话：喂，吴大人，你唔好噏得出就噏，血口喷人啊吓！我贾某铁矿早就已经俾咗其他人嘅啦。仲点会仲炼紧铁嘅呢？吴大人，你身为朝廷命官，无凭无据，岂可信口雌黄啊？嗱，因为吴大冇捉住贾任嘅把柄啊，咁啊唯有死吉吉咁啊翻到衙门报告俾吸银知啦。嗱，贾任咁都仲未单止啊，佢仲恶人先告状，诬告吴大奸污咗贾府嘅侍女，同时呢仲暗中开工炼铁，而且仲要系铸造、加工、销售一条龙。吸暗听咗贾任状告吴大，可闹啦，即刻捉住佢嚟问罪。咁吴大就只能够如实招供。吸暗问明实情，知道贾任系唔见棺材唔落泪嘅啦。於是他親自扮作鄉間的老翁，和數十名密探秘密查訪了贾任在各院私營鹽鐵以及匿藏家財之事。那一天，吸暗和幾名隨從來到了一間酒樓，叫了酒菜，一邊慢慢地喝，一邊注意打聽賈府的事。就在這時，有一班人又入了來，坐定之后就细细声咁议论话啦：喂，贾任啊真系冇阴功噶，宁愿沤烂晒啲粮食都唔救济啲穷人。另一个就话：唉，
鬼叫人哋细空夹恶咩？你就连太守大人都斗佢唔过啊！哦，咁又未必咋喎？听讲太守大人啊，做过内侍，嗰啲皇后将相啊，一个二个都怕佢嘅。又有另外一个人问啦：，喂，讲开又讲啊，唔知老爷要我哋挖咁大嘅氹做乜嘢咧？咁仲使讲嘅，梗係用嚟收藏佢嗰啲家产㗎啦。哦，咁又係喎。太守大人对眼望穿块地㗎咩，又点会望到地底下收埋咁多开采铁矿嘅架生至得㗎？假任佢咁做啊，都算係夠晒絕物啦。咁咪係囉，简直就为富不仁啦。喂，兄弟呀、啊，不如我哋去太守嗰度告佢啦！嘘，细声啲啊！你嫌命长咩？你都唔系唔知道假老爷正因冇人性噶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讲咁多啦，快啲食完嘢走人啦！嗱，咁呢班人求其食咗啲嘢就走人啦，吸暗就马上使人去吊佢哋嘅尾，一直到咗半夜。先至见到贾任带住三个仔，指挥住嗰班人拉住几大车嘢，拥晒落嗰个大坑度，然后埋翻好，跟住咧就攞咗壶酒出嚟，话嗰班人辛苦晒啦，要请嗰班人饮酒慰劳下咁。点不知嗰班人一饮完酒之后，全部死晒。贾任几仔爷咧？就嗱嗱臨拖住嗰幾個人條屍拥埋落另一個坑嗰度，又係埋返好，然後揚長而去。好啦，喺掌握住咗呢一連串嘅真憑實據之後，到咗第二日，吸咁就命令衙役捉拿贾家父子四人，同時又傳令各院嘅大商家大富豪一齊嚟到衙門嗰度聽審。點不知喺公堂之上，贾任照样系百般抵赖，仲使铜银甲大声咁话：吸眼，你身为朝廷命官，无端冤枉好人，咁即系算点啊？吸眼就话啦：琴晚有冤民托梦俾本官，话你父子四人匿财害命。我諗你仲係快啲如實招供，咁就可以免受大刑之苦啦。點不知贾家父子仲係拒不認罪噃？贾任甚至仲煽動其他嗰啲富商話：咧，你哋有眼見㗎啦，呢、這個吸諗呀，無憑無據立亂拉人，好似咁樣嘅重案大案都話受鬼神之托，咁即係明蝦我哋呢啲守法商人㗎啫。以后仲叫我哋点样做生意啊？各位同行一定要主持公道，入京告佢制造冤案，讨回公道啊！嗱，贾任嘅呢一番说话咧，真系讲到似层层啊咁样，自然引起好多围观者嘅一片哗然。吸暗一拍惊堂木，公堂之上不准喧哗，贾任。你口口声声话本官无凭无据，咁好，而家就请各位一齐随本官一齐去揾证据。吸暗讲完，就带领众人一齐前往贾任秘密藏宝嘅地方，挖出咗贾任私藏嘅家财，里面全部都系所铸造嘅私钱以及金银财宝啊！然后又命令衙役挖出贾任所杀嘅家人尸首，贾任父子见到即刻全部摊晒喺地啦。吸暗见咗即刻就命令虎牙押住贾任父子回府画押，立斩于市，并且告示淮南各县。咁从此之后，豪强富商都话吸暗审案有神灵相助啊，边个仲敢出蛊惑至得噶？人人都循规蹈矩，就个个维护改革，整个淮南地界咧，真正系官风清正，就民风淳朴啊！咁啊，真系官吏尊重太守，百姓爱戴吸暗啦。
按武帝接报之后非常之开心啊，盛赞吸暗实乃忠臣良将。正所谓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枝，卫子夫卫皇后随住年老色衰，汉武帝身宠的王夫人呢就生了个仔叫做刘宏，另一个妃子李姬呢就生了个仔叫做刘衰刘旦，都是八九岁到了，计落就是李书所生的仔刘博年纪是最小，最大的呢就是魏皇后的仔刘据。按照惯例呢，皇太子的权位是传给长子嫡孙的，但实际上历朝历代皇太子之争呢都是极其残酷和血腥的，并且直接导致宫廷变乱，咩兄弟父子反目成仇啊。正因为是这样，皇后卫子夫就叫了个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过来商议对策。卫子夫首先说，不如请皇上尽早封了皇位先啦，咁就可以断咗佢哋嘅非分之想啦嘛。等佢哋大个仔落，再派佢哋离京，咁就干手净脚啦。卫青就话：系咁啊，梗系最好啦。如果我哋开到声叫皇上封王，咁我惊住皇上会话我哋自私啊。霍去病就话啦：哦，咁我就唔系咁睇咯噃。王子封王天经地义的啦，如果我们恭请皇上封王，那就更加见证到我们对众位王子的一片诚心，有什么这么不好。魏皇后就说了，霍去病这样说又啱的，你们快点去找皇上讲。卫青就说了，霍去病啱啱才打完大胜仗，皇上都唔知几睇重佢，不如就由佢发动众大臣，然后上奏皇上啦。外甥遵命。卫青又话啦：，唔使咁急住，你哋听我讲先。刘宏嘅娘亲王夫人年老多病，连讲句话都冇气咁滞噶啦，应该就唔等得几耐噶啦，所以完全不需要顾忌他，就算是刘宏本人都是眉尖额窄，绝对不是富贵之命。至于刘伯的娘亲李夫人就恶作一点了，这个人是娼妓出身，极之奸狡圆滑，再加上他大佬李延年又常年侍奉在皇上的身边，最可怕的是他。不过弊在刘伯本人蛇眉鼠眼，散散弱弱，完全不是为人主之上。最难搞的是李姬那两个仔，大仔刘衰把口就朗过油咁甜，人又生得高高大大，细仔刘旦就工于心计，正一是无声狗的果挺来的，将来同太子争天下的一定是这两个人。姐姐你一定要小心提防才是。哎呀，那怎么提防才行？我暂时都没什么好办法，不过姐姐一定要记住，凡事不可强求，不要输那么多敌，尽量博取皇上的欢心。卫青讲到呢度，又拉住企喺身边嘅刘据话啦：太子啊，你要时常孝顺皇上，唔可以有半点疏忽大意，刻苦学业，勤练武功，少啲同诸位皇帝来往，免生是是非非，以求洁身自保啊！知嘛？居儿记得啦。出咗朝阳宫之后，霍去病同卫青就马上揾齐三公九卿过嚟商议请皇上策立诸王之事啦。嗱，卫青生舅呢
他们两个人都是皇上的宠臣，高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正可谓权倾朝野。就连御史大夫张汤都要怕了他，那众大臣还哪有说不听的道理才得的。好了，等讲定了众大臣，那就由霍去病上奏皇上。大司马霍去病冒死拜上皇帝陛下，承蒙陛下信任，使臣专管边塞军务，臣感恩大德，无以为报，方累及此事而尽其忠言。陛下不辞劳苦，常忧天下，哀怜百姓，省吃俭用，节衣减落，为国忙家，使王子至今无封号位。群臣私下甚望王子有封，却不敢越职名言。臣以犬马之心，冒死就请陛下，就盛夏吉日定王子之位。但是汉武帝在看完了这份奏折之后，就认为众位王子仲是小，不适宜这么快就封王给他们。在众大臣的再三请求之下，就只是同意暂时封侯给众位王子。在退了朝之后，汉武帝就马上直奔宜寿宫探望王夫人。王夫人一听说皇上驾临，正话想强撑病体来拜见嘅，但系汉武帝马上制止住佢话啦：，夫人有病，无需多礼啦。近日贵体可有好转呢？王夫人用好感激嘅目光望咗眼汉武帝，然后话：，承蒙皇上劳心啦，臣妾不胜感激啊。只不过是近日精神恍惚，气血不济，臣妾恐怕再难侍奉皇上了。王夫人讲完了，伤心泪滴了。各位，那究竟汉武帝会怎样安慰王夫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等朕再谂清谂楚。讲完，汉武帝退出延寿宫，嚟到千阳宫。卫子夫同我睇牛具接驾，见汉武帝闷闷不乐嘅，咁我问佢点解啊？咁汉武帝就将王夫人故事讲咗先。魏皇后听咗之后心谂，如果只是封王子为侯，自然李王两家不满，必定要想计来害自己的仔，不如捉住皇上封杀他们为王，那么大家都好。于是魏皇后就说了，皇上啊，既然王子都是陛下献身的骨肉，你何必厚此薄彼呢？自古边有话皇上只是封自己的亲生仔为侯噶？就是皇后夫人，容朕再细细思量。嗱，嗰头嘅卫青同埋霍去病，见到汉武帝唔肯封王子为王，亦都同皇后一样咁嘅谂法，咁就担心会引起宫廷内乱，正喺度为难之时，啱好。而优秀王来访，卫青就话：臣系天子，而优秀王必有良策。佢马上同霍去病亲自出门迎接啦。大家入到客厅，见过礼，坐定之后，卫青就开门见山请教而优秀王如何应对皇上封侯嘅呢件事。咁而优秀王谂咗阵间之后就话。人多势众，只要大家齐齐请求，皇上必定应承封王嘅。点卫青同埋霍去病就马上动员，包括丞相袁公侄、御史大夫张汤在内嘅23个重臣联名上奏，请皇上封皇位俾众位王子。汉武帝见到众大臣都希望王子可以封皇位。而魏皇后和王夫人都有这样的希望，汉武帝干脆就做了顺水人情准奏。在对朝之后，汉武帝就信步来到延寿宫，笑语口地对王夫人说，朕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王夫人就说，朕心已经不久人世了，仲有咩好消息啊？臣已决定封王子为王，夫人，你想封边笪地俾宏儿？陛下封咗宏儿为王，咁就已经好唔简单噶啦。至于仲点点讲咁多啊？大说无妨。皇上啊，朕身年老多病，洛阳远到比较近，不如就封咗洛阳俾云儿啦，咁佢就可以经常嚟探望陛下同埋妾身啊嘛。点解汉武帝听咗耍手边面头嘛？唔得噶。洛阳嘅武器丰富，粮仓真系天下之互通，朝廷之大都。自先帝以来，冇一个人可以独占洛阳嘅。除此之外，你任何地方都可以。王夫人一听，唔中意啦，佢用转身，立即唔出。汉武帝又再继续话。关东之国最大的是齐国，齐国东临大海，城墙高大，天下风雨之地无出齐国左右的。对皇上恩典，汉武帝通过长时间对这位王子的观察和考虑之后，最后正式颁旨，封了刘云为齐王，接纳齐国凡服于大汉，封刘旦为燕王，设立燕国凡服于大汉，封刘衰
为广元王，接纳广元国，凡属于大汉。话汉武帝喺策立三王嘅仪式啱啱完毕之后，就叫咗延寿宫嘅太监探子跑过嚟话：启禀皇上，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王夫人中天啊！汉武帝听，佢心即刻哑住啦，哑住咁啊！佢同齐王刘云齐赶到延寿宫瞻仰王夫人嘅遗容，追至王夫人为齐太后厚礼安葬。好啦，我哋过嚟讲下李广嘅仔李锦。嗱，之前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匈奴有功啊，而李广因为荡失路，俾大将军卫青闹咗身，愤而自杀之后，汉武帝练其一袁中勇，咁啊作书李锦承袭咗李广嘅郎中令之职。啊，虽然系咁嘅，李锦仍然对卫青系耿耿于怀嘅。呢日李锦同众大臣齐喺太庙参完咗封王仪式之后，咁啱我同大将军卫青同道而行咯。佢好自然就谂起咗老父冤死一事，佢好唔忿咁对卫青话：我父亲跟随大将军出征，本为前军，但系大将军点解要派公孙敖为前锋，而命令我父亲出东渡咧？将军明知东渡难行，居然临阵换将，咁我真系明摆住虾我父亲啫。卫青见到李锦忽然间追问李广嘅死因，咁小事咁话啦：派凌尊翁出东渡，并非我为谋对凌尊翁有仇口，而系另有隐情啊！有咩隐情啊？卫青唔想泄漏汉武帝嘅密令，只能够心平气和咁话啦。郎中隐情，我系唔方便讲嘅。你方唔方便啫？好汉做事好两方，做得出就点解唔敢认啊？睇嚟大将军你并非真君子喎。李将军，呢件事已事过境迁啦，无谓旧事重提啦。总之，千错万错都系我为某嘅错。咁得嚟啦，点不知你咁啊越讲越嬲，杀父之仇啊，求你讲个错字咁就算噶啦，我要你还翻我父亲俾我。讲完，一拳对住卫青嘅面门啊，挥过嚟咯。卫青失惊无神，俾你咁打到个鼻青面肿。咁卫青嘅侍卫见到主人被打嘅，咁齐齐过嚟打翻你咁。而呢头李锦嘅侍卫见到咁嘅环境，当然唔会袖手旁观啦，我可唔听就打埋一嚿。仲系卫青大度啊！佢喝令自己嘅侍卫停手。霍去病喺听到咗呢件事之后，就马上嚟到卫青嘅府中，好唔忿气咁对卫青话：李锦嘅水鬼先成王。啱啱就升咗做郎中令啫，就当然够胆嘅，攻入白打身舅父，真系太过分啦！但系卫青仲系好心平气和噶嘛，唉，佢咁小事啫，无谓计较咁多。何况舅父对于李广之死，确实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舅父啊，明明是皇上的密令来的嘛，又跟舅父你什么事才得？等我来讲清楚，打他一顿。卫青马上伸手拦住他，不好，千祈不好。如果真的找他报仇，那就会被人哋话我哋是指控他人的了。大人不必小人过，宰相肚内难撑船嘛。霍去病咬咬牙，唔作出声。过咗几日，汉武帝听到好多人议论，
话你咁身为九兵，心胸狭窄，岂能做成大事啊？咁对比埋先，佢宽厚慈怀，有容人之量，具大将之风，咁自然更加宠爱卫青。咩啊？汉武帝带住李夫人驾临金泉宫，又从金泉宫入山打猎，咁王宗令李锦就自然去行。佢见到有只鹿喺前边咁啊猛咁跑，佢想喺汉武帝面前演下嘢咯，即刻拍马追过去。过去嘅喺旁边望到清清楚楚啊，佢心谂啱啊，正系机会杀咗你，为舅父报仇。于是霍去病静鸡鸡咁喺后边拍马追过去，将功搭箭，对住你咁嘅背门一箭射过去，扑尖，正中背门。你咁大嗌一声，拧转头见到系霍去病，知道佢一定系铁丝谋杀自己。你咁用力扳高手，指住霍去病。跟住连男嗰啲就抡咗落马，嗱真讲出都唔信，就喺你咁搭落地嘅讲刹那，忽然间一声巨响，一股烟烟烟起，霎时间乌云翻滚，只见一只豹翻粒云头，个样好似你咁嘅，跟住听到空中传嚟一把声音：妄杀无辜。别遭天谴！霍去病听到大嗌一声就晕低喺地，众人见到咁嘅环境，嗱嗱临跑过去抢救啦。但系李锦被令箭穿身，从边度有得救先得噶？剩翻霍去病慢慢咁醒翻，佢有气无力咁啊！鬼！天上有鬼啊！众人单高头望下，乜嘢都望唔到啊。过咗阵，霍去病精神翻啲啦，佢一扑就扑埋落李锦嗰度，揽住佢条丝，放声痛哭咁话：李将军啊，呢日都系我唔好，我手害咗你。我抵死啊，李将军！喊嗰阵，佢又嚟到汉武帝面前跪低，启禀陛下，罪臣失手误杀郎中令，罪该万死，请皇上治罪，臣死而无冤。汉武帝当然知道是霍去病有心要谋害李锦，不过因为已经失去了一员猛将，他不想再失去一位栋梁之才，于是他没有讲宣道，只是说既然是无意失手所致，朕就不撇你的罪，从今之后你唔可以再见此等犯错。记皇上不杀之恩，霍去病谢元恩抹咗下成额冷汗，啱啱盘翻起身，但就觉得周身冇力，连企都企唔稳。汉武帝马上命人扶住霍去病，拖住李锦打到回宫。嗱，其实宗大臣都睇得清清楚楚。明知道霍去病系专登挟私报仇，但系见到皇上都为佢讲说话啦，咁我唯有敢怒而不敢言系啦。翻到宫中，汉武帝仲惊到呢件事会传扬出去，影响唔好，咁佢就对众大臣话：众位外卿，郎中令不慎堕马而死，实在可惜啊！众大臣齐声话。郎中令乃堕马而死，臣等睇得一清二楚。哦，你哋都见到咁就好，只可惜
郎中令一生英勇杀敌，为汉室立下咗不世之功，不幸英年早逝，朕甚为惋惜，理应厚礼安葬。嗱，汉武帝咧就真系做戏做前铺啊！喺风光大作咗李锦之后，又提拔大师咁徐志为为郎中令，咁先了结咗呢件事。好啦，再讲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自从俾李锦嘅冤魂吓晕咗之后，就一直都系咁噶，仲要行宫拜月，午后朝见，甚至都出现咗神志昏迷、胡言乱语。汉武帝听咗，个心真系好唔安乐啊！朝廷嘅御医人人都奉旨去诊过，但系个个都冇晒符纸，嬲到汉武帝大闹御医无能，跟住就同魏皇后商议。魏皇后就话：呼皇上下诏，令各郡国广召名医为霍去病诊治啦。天下之大，一定有名人良医噶。汉武帝都冇计啦，唯有照做睇啦。咁啊，即刻颁召各郡，诏令举荐名医。诏书啱啱颁布咧，霍去病嘅细佬霍光就入嚟求见皇上。汉武帝心情沉重咁请入嚟厕所坐，然后就话：朕已经颁诏天下，令各郡举荐名医噶啦。但霍光就话：睇怕文次噶，兄长病前日一家痛，已经好多日唔饮唔食啦，只系不断咁挂念住皇上，恐怕不久人世噶啦。魏皇后就话：都唔如此，咁你仲系翻去睇下佢啊？好快，汉武帝就同魏皇后一齐嚟到霍去病嘅病床之前。唔知系咪真系有咁啱得咁巧？皇上同埋皇后一嚟，昏迷多日嘅霍去病咧，就成个精神翻晒。魏征就立开形象对霍去病话：霍去病啊，皇上同埋皇后嚟探你啦。霍去病一听，马上挣扎住咁话：快啲，快啲扶我起身见驾。汉武帝连做祭祀几万啦，皇兄不必多礼啦，好好瞓低就得啦。霍去病好愧疚咁话：臣唔可以见驾，臣罪该万死啊！臣承蒙皇上厚爱，令臣为月三公，实在系感恩不尽。本来系正直效力犬马之事，但见弃君而去，实在令臣抱憾不已啊！皇上。汉武帝望住骨瘦如柴嘅霍去病，佢心都系赤个头嚟甩出嚟咁滞啊！佢话：皇兄嘅心一线入水，越变沙场，仍系我大汉立下不朽忠贞，使胡言闻风丧胆。就算死，亦重于泰山，更何况苍天有眼，必有忠良嘅。多谢皇上的夸奖，人之命天注定啊！皇上，臣悔不该枉杀你咁。头先李家父子嚟催我条命啊！汉武帝一时间无言以对，
过咗阵，佢退出内室，并问清公孙贺、公孙敖、陈长等亲属话：我哋话不如有啲预备后事，或者可以松下气都唔定。唔系各位，咁究竟皇上嘅预备后事嚟通起嘅呢一招，可唔可以救得翻霍去定条命呢？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